Filín. Thank you.
chiesa.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在大屏上看到的就是问题和上一场这一代获胜选手的，现在杀开了没有？杀开了吗？累吗？这个就杀开了，就一定要抢攻，一定要滚啊！不要说因为球慢，因为如果你球慢，你整个人放下来的话，因为他球慢嘛，有时间你过得去，球就很慢，他们就有上来抢反击，一定要抢攻，抢攻，包括刘翔他全力滚，他就坚决不让你们反击，就是要抢攻。如果你现在杀开了没问题，体力打开的话，就是抢攻。12-8。9-13。14-9。
负。Oh!
到最后的这种平抽快挡的这种速度，如果一直坚持这样子的话，你还是可以的，没关系。这边还相对会好发球方好一点，有点点顺风，这边还可以的，不要放弃。你说笑我？比我投了我。对，除非他放我的枪，这种你不要逼着自己乱枪，我两句卖苦力。好慢啊。
换发球，四比五。好，哎。第四分、第五分的他先出，然后你前面全拦掉了，你先转的，包括前面十比十那一分也是得分的，那都是你先转，你不要发力，你们两个谁先发力谁先死，知道吧？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发球，你敢不敢变现在？
他高点吧，他高点吧，因为你的发球啊有点偏高，他们的节奏抓得很好，你要不要拿高点加点力回吧，搏一下无所谓，知道吧？这边的同志，加油加油！20秒。16-16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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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世纪城胜，25-23，22-20，谢谢。于是日本从地球团俱乐部以大部分专利获得二零六零七中国超级联赛，其中恒大海上的总决赛、半决赛成立。让我们向广东省黄金部表示。